千万。卡祖你阿娘讲话，当用钱来赚我的嘴，这钱我袂收。大兄弟外口的女朋友要去便宜，爱用那是天条。我要卡袂通啦，早讲老师是真正的便宜。我今仔日哦，专工来哦，不要请你哦来参加阮查某结婚的。阿伯，这边哪会还袂来？若是真正一个囡仔无啊，我甲伊的缘分就真正到这为止啊。三米台湾台29频道，好声。来，这2000万，你替伊看卖。你给我钱，是因为你亏欠我，所以你要赔偿我，爱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你放心嘛，我唔是迄种哦不厚道的人。等伊若是真正让囡仔摕掉了后，我会替伊哦坐月子啊。我袂当安尼就认输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互志明知影我要甲囡仔摕掉的代志。啊，这店面写甲无清无楚，到底谁看有啊？我唔知道是真还是假的。你哦，真正是我的福气呢。你哦，替阮担的哦，实在帮忙有够大。啊，所以讲我今仔日哦，专程来哦，要邀请你哦来参加阮查某结婚的。就自安尼决定啦。啊，你一定来哦，林经理。啊，多谢阿伯。老局长，局长，林浩，我怀疑有人想要对永琪不利。什么人敢对我的小妹不利啊？我若是知影，我都不要 David 对我转来。为即马开始，我24点钟待伫周小姐身躯边。24点钟，伊就是知影讲哦，恁会家己阻止啊，是讲哦，伊就想着讲哦，不然咯会杀出我这个程咬金招来乱，所以即马别来着，一定气到爱堆心肝。想袂到消息竟然无传给志明，敢讲这是天意？